乡愁，惦惦提落，同款的心情，有无同款的结果？故乡的路，留着过去的脚步，只是心情袂搁再落土。无论生活怎样苦，时间应该怎样躲，跟着生命的脚步，找找着过去的种种。若是予我找着出路，你会靠我来抱，揽着他乡的风雨，一步一步行一条路。待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若是予我找着出路，你会靠我来抱，揽着他乡的风雨，一步一步行一条路。待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狗不叫。骑着狗不叫，后面还有妹妹。羊不叫，裤子破嘞。啊？是羊不叫，父之过。别心啊，你要耐着性子教欢欢喜喜读书识字，别不耐烦。知道了，胖子兄。算了，欢欢喜喜，今天啊，只要学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这两句就够了。给我背一百遍，开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人之初。阿肥啊，迄、那个虽然大个，迄两个小阿肥哦，后摆先拼先立，是你先搞得天哦。袂啦，我只肥，我都唔惊伊累啦。讲安尼嘛是有影啦。啊对啊，啊咱今麦要倒去啊？咱今麦要去福建。找财神，因老爸甲化缘黄金一万两。啥？阿伟啊，你是讲对啊唔对啊？无你头壳咧发烧哟？无啦，我头壳无歹啦。我真的要去找财神爷他老爸，化那一万两黄金。买韭菜哦！买！好嘞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掏钱啊！多谢多谢多谢！白酒菜哦，白酒菜哦，快去，这个给，这个给，这是粽子，来。谢谢，哎，来，你有看到？这个画白酒菜的少年郎，就是财神老爸啦。啥？你讲得了？你是财神爷老爸哦？对啊。原来是讲对啊，不对啊？对啦。我就是要找伊化缘一万六黄金的。胖师兄，你说他是财神爷的老爸，是不是我一心有哪里做错的地方，惹你生气了？没关系啊，你可以打我、骂我、踹我、踢我，我都没有关系啊。但是求求求求你啊，胖师兄，你不要吓我了啦。他怎么会是财神爷老爸的？拜托你不要吓我啊，胖师兄。你不要小看那个年轻人，以后哦，他会大好个，还会送咱们啊一人一双金叉脚，金叉脚，唔要唔要啦，当然唔要咯。你是顺金的呀？对，顺金。我相信。我嘛唔相信。阿伯啊，我看伊安一看，腿面腿面哦，伊衫裤我破甲十八包。伊免了才调，让送咱一人一箱金茶吃啦。哎，天公疼红人，既然自有天相，
彩琴老母来呀、啊，你看，他们是当地的首富石百万，和他老婆，还有他那三个千金，和两个女婿，要去晋江。哎，他们那个三个千金呐、啊，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漂亮。那个第一对、啊，年纪较大的，就是当地的首富石百万，和他老婆。吴仙姬，那个第二对啊，就是石家的二千金，叫做玉荣，嫁的就是福州首富方神医的独生子方来福。那个第三对呢，就是他们家的大小姐，叫玉色，她旁边那个男的呢，就是她的夫婿，也是本地的知县。哎，那最后一对大姐因为丫鬟那位姑娘是谁呀、啊？哎，她就是石家唯一还未出嫁的第三个女儿石玉女，也就是啊财神未来的母亲，也是卖酱菜李来土未来的妻子啊。石玉女将来会嫁给李来土啊？那有没有搞错啊？是啊，阿贵啊，你唔通乱点鸳鸯谱咧，安即个啥咧斗菜刀，何必讲咧？不是嘛？不信你们就等着慢慢的看，等一下那个玉女会送来土那个随身的手绢。嗯，这敢唔可能？你看呢、啊、喂，无你是咧看啥？你若搁看哦，我目睭就甲你乌了。买酒菜哦！我是县官呢，但我后边咧大细下休，你吐皮听你啊！酒啊，啊那不是调故意的，你哪会出嘴硬打啦？人本来就是在这花买卖做生意的嘛。做生意嘛袂用钱啦，只要分我滴咧，你就卖搭把个大细下休。是啦，煞煞去啦，唔通为难哦，人迄艰苦的百姓。今来去庙会拜拜，还要紧啊！大姐，安怎啦？你后日吼，敢不是要来咱家替大姐夫做生日，搁欠一个司仪？是啊，请伊，请伊做司仪啊！我当你是讲对啊，唔对？请伊去做司仪？嗯，伊是咧卖韭菜的呢。我头拄仔就是听咧话卖韭菜吼，话敢是做好听的。你若请伊做司仪吼？绝对无唔对啦！哎，表女啊，咱是好野人呢，恁大姐夫还是做官呢，啊，伊要做生意，还叫做卖韭菜做生意哦，你讲对无？啊，我爹好啦。哈，你就讲查某囡啊，好啦，恁姐夫好得啊。那几乎，好啦。哎，无安尼啦，我搁叫伊喊一声，这声哦，一定平头都那声更加好听。哎，韭菜。别喊，别喊，别喊。好啦，我答应就好啦。哦，多谢姐夫。嗯。来，我韭菜，我跟你讲，我和你五娘，后日吼，中昼你来阮小家参加寿宴，做主人，好不？嗯，好。没。我干那要喊卖韭菜尔，我也不要做司仪啊。我，你放心啦，到时阵安怎做吼，我会甲你教。那，这条手巾啊，互你做平底，安那无哦，恐惊阮家家庭袂让你入来哦。哦。哇，他真的送了手绢呢。阿拓，怎么啦？你是在看就看到戆神戆神啦？无啦，迄酒驾三小姐，哦，讲因大姐夫做生意啦，啊，要叫我去做司仪啦。好，系啊，啊，就摕这条手巾啊，我做平底啊，啊，若无会，互因兜个家庭挡也袂入去。是啊，对啊，做生意，嗯，啊，安尼有头吃，哎呦，阿仔。阿仔，哎，我来了，阿仔。阿伯啊，我咧开咧卖韭菜哦，哪是阮杀着咧酒价第三千金毛？哎呀，可怜哦，人咧讲，
金鳞木盼富人缘啊，皮啊皮胖似可怜啊，哎，咩啦，我都当个轮到伊啦，哎，戆囝有影咧，哎，天缘巧妙不可料，后天，后天石家那场喜宴呐、啊，可有好戏看了，不信啊，我带你们去看热闹。世间人呐、啊，常趋炎附势，自取其辱，还不知羞耻呢。人性呀，该乃人之本性呀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嗯，赞。真正是哦，名师出高徒。几千后，几千老的了，我们也进去凑个热闹，顺便跟他画个缘。走。等一下啊，胖师兄，你跟人家又不认识，然后打那种脏名家，你想出堂堂，安尼也要跟你干到老的咯？那有什么要紧？假好肥肥，假好腿腿，就直接给他进去了。嘿嘿走。嘿嘿嘿，阿段。阿肥。面皮愈来愈厚呢，哎，真的，我看，那你再看麦啊，吼，呀，你也要得白哟，好，有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师傅，你搞车贴？我无车贴，我是要来收恁老爷做徒弟。听到有几位啊？大细只，五个。五个哟，是是是，请请请请，走走走。阿都，恁三小姐，这啦，这啊，拄只看真济啊啦，较慢来这套的啦。乱来！什么夫人分一个来揽？这头家，你听唔对呀？你误会啊啦！我是讲分一个小暗一个啦。好啦，卖啰嗦啦，有啥物食啥物啦。真正别去食了啊！是恁还是啊？看拢无看阿土来啦！嘿嘿，恁阿土未来啊啦！你迄卖韭菜阿土，互人挡在门口啦！哈？哪会挡在门口？啊！哎，今天我包进啊！尽量。阿弥陀佛！人称我布袋和尚，今天到贵府。来跟各位画个缘，每个人纹银100两。啥呀？你要跟我画缘哦？一个人100两银哦？对呀、啊，前几天你们不是到庙里求菩萨，请菩萨保佑你们大发财吗？我今天特地是来画缘的，每个人纹银100两，哎，来证明你们对菩萨有舍才有求。哎，看各位的心意了啊！积功德免病灾，损民德有非祸，善哉，阿弥陀佛，每户100两。好啦，我先关出来，确定啊吼，恁大伙嘛爱关出来啦。对了对了，师父哦，讲了无唔对啦，对菩萨哦，要有舍才有求啦。安尼对菩萨有敬意哦，菩萨唔只会甲咱保庇。对，确定啊，恁大伙拢爱提出来哦。哦，提出来对啊。来，调师傅来，师傅来，不叫过来，来。好。哎，诸位应该跟我说声谢谢吧？啊，我只好你
都跟你讲谢谢哦。哎，诸位出钱供菩萨积功德，我为各位服务十分辛苦，诸位应该跟我说声谢谢才对吧？啊，哎，好了，多谢，阿弥陀佛，多谢。哎，相公啊，奇怪呢，寺院都要开始啊，哪会还无看迄个司仪来哈？对，哪会不来吼？梅秀才耶！啥事这？是的哦，拢是阮迄顾问的唔好啦，歹势哦，你又开始咧。没啦，啥事这？我。呀。哎，啥事这？惊。嗯。寿宴要开始啊，大家拢在等你这个司仪呢。啥事这？我。安怎是？唔是我。我真正袂晓做司仪啊，我干那会晓看卖酒菜尔。你放心啦，等下吼，我会请阮二姊夫带你身边后，寿宴开始，应该话啥，伊会先细声提示你，伊叫你话啥吼，你着做你大声给话出来吼，安怎对啊？都亲像吼，你话卖酒菜同款啊。哦。开始。来宾就座，暗上坐好啊！我一摆啦，照你去行。来宾就座。梁小西，梁啊，小西啦，小西啦。梁西的西，小西啦。连咪死的死，死死啦！拜托了，我好听话好唔好啦？好，叫我讲，叫我。不喝蛋浆金鱼去，不喝蛋浆金鱼去。是恁大姐夫啊，做生意伫请人客的呢。啊，你才挑工叫迄个卖酒菜来做司仪哦。啊，你是专工要甲闹鬼的少？你哦，阿丁，足不受教。
无生了啦，靠腰啊！唔是讲吼，我爱讲你啦。你安尼甲恁大姐夫闹开，是你外好啦。佮再讲吼，伊嘛是佮是低官呢，哈。阿娘平常时遐尔疼你，我看了吼嘛足受气的。阿娘，像叫大姐夫平常时吼爱重色欺人啦，我早就想要找一下机会哦，好好甲伊摆一下威风嘞。看以后吼，敢佮随便欺负善良的百姓无？我看吼，恁大姐夫无遮尔简单放伊煞啦。你安尼做，颠倒害死这个卖酒菜的少年人。清明了，想要吃海鹅，不但吃拢无，搁跋到规身躯搁淡狗狗。人啊，爱离婚，人讲什么卡切什么话咯，只要听卡地咯。好啦，卖想遐多啦，做生意要紧咯。清明了，有救咯，有救咯。哎，海鸥要找你喽！夫人，卖韭菜，拄才我去你的搭阿遐找你，你也无来做生意啊？原来你是伫遮，害阮找你找几步。小红，白酱菜，这是你来阮府来做事宜，阮小姐答应要给你的五两银，退去啦。我买是你的钱啊。哎呀，你，阿杜，是你啦。拢是我害你囝赶出来，迄五两银哦，是恁家丢丢的，恁家该收起来啊！恁的钱我才无爱挃的，你害我有正人笑，我以后袂甲你讲话啦。阿兔，我是你啦，我甲你害死你啦，你莫生气，这拢是我唔对，是你啦。小姐，你阿婆，太衰了，我跟你回心了。小姐，我无生气啦，是我唔对啦，我是你帮我趁钱，我跟你发脾气，我跟你回心了。小姐，是我。丫头啊，有影戆伫咧执春泥哦。爹爹，什么是执春泥啊？什么拿春泥来靠我？我在靠背。靠背。哎呦。孙女啊，你靠背去。孙女啊，你教歹囡仔大事，谁有报应啊？我是咧教圣书，也无歹伊个啦。无歹伊，我看你哦，无高伊。哎呦。还我一个面啊，老公啊面的，安尼阁无故意哦。啊，若像恁这三张幼孙啊哦，这叫做无故意啦。先生，哎，恁讲啥？阮讲，阮阿妈因翁啊，阮老爸啊。听无？听无准拄有看伊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是啥子啊？小姐，你一头坐坐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伊太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加固，离开你。
是我一生的折磨。不要紧啊！小姐，咱赶紧来等啊！咱出来遮久啊，老爷一定在找咱啊！行啦！好啦好啦，我叫林敏的。啊，爷爷。阿公啊，去哪里耍？我想，我耍，俺无耍，这里面是你的。你收起来。是哈呀，多谢。啊，都有哦。每公里车一十五，你每一项青菜吼，拢送到恁家。就讲是我讲的，来交到恁家的家庭。多谢三姐，多谢。小姐，咱赶紧来等啊，行啦。再见啦。行啊。娘啊！哎哎，娘子，去家娘。哎，这条开始打起来了，我那一万两黄金有望了。阿伯呀，卖光啊！哎，是啊，杨贵会哦，这够可怜。免三更，三更，有路哦，就嫁给阿土。三更，咁快紧。爹啊，阿娘，我咧看吼，咱来较紧来想办法，将三妹家嫁嫁出去。啊，若无吼，咱就家门风绝对让三妹败去的。哎呦，大查某囝咧，接你啦！啊，当你就知影，恁三妹玉女啊吼，啊，佫囡仔承担足重的，爱算命啦。啊，佫再讲伊也无做甚物唔对的代志啊。阿娘，阿娜。三妹哦，都是给咱大家想歹去啦，伊才会这么唔听话啦。你看卖咧，昨昏伫大姐夫生日的时阵，来迄边去吃，听讲哦是三妹伫外口交的朋友呢。啥个呀？啊，昨昏来个去吃，拢是由你个交来哦。是啊。对啦，阿爹，我嘛听伊讲咧，讲三妹哦，佮伊去吃哦，伊是去吃饭的帮主咧。做遐大哦！哎呦，恁哦就是安尼啦，耳空轻啦，啊人伫重伤的，你也要相信了啦。妈，因讲拢无唔对啦。啊，三妹一工干伫外面交遐非常久了阿三埔的朋友，迄西施。啊人就是人呢，后分讲上九流下九流哟。当时恁阿爹啦。伊原来是下九流之一的剃头师啦，我够气严伊嘞。哎，那迄条是咧小计经啦。啊，即马在讲玉女的代志，你刚刚我才来。等你慢慢，等慢你开心嘞。遮济啦，搞唔遮安尼。哎呦，我是咧比如予遮个囡仔听，讲咱做人吼，都唔通安尼，爱避平敌，离平避。互相相分福气，唔通安尼看人无目地，知无？阿娘，迄讲是安尼讲啦，啊无你当时咧选囝婿的时阵，哪会晓讲要将我嫁予阮这个管老爷？啊，着将年岁嫁予家财万贯的赖福啊！哦，对对对，都好嫁人，好嫁人。迄当然咯，啊，当选翁婿甲交朋友，迄是无同啊，啊当然爱选迄个门当户对的啊。对。人家做我九百万的囝婿吼，第一个条件就爱母子，唔对。哦，爱情母子，安尼就对。多谢，多谢。阿婆，这样好领命，你紧收起来。那你要帮人提去？多谢，多谢。有看无？有。爱乌，知无？知。无，你是听啥？伊爱乌。乌啥？
我阿伯我爱。错就对啊！你甲伊讲，要学阿兔创啥？讲啊！韭菜看瓜子。哟，唔是啦，胖师兄是叫你学阿兔来菩萨心肠，知无？唔是叫你学迄个青面阿婆伫遐化缘，也是阿兔啊卖韭菜。恁两个哟，真是没有慧根。欢欢喜喜本来就是小孩，有出家人的佛缘跟福报，已经就很难得。其他的就是要靠我们慢慢的去教导，不要责怪他，他们还小。哦，你老在海边啊，你有够大胆呢，竟然做出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但你这人看起来就老老实实，目肚内底有三个黑洞，竟然下毒害死梅兰芳阿胖子啊！但你这下有死无活啦，从你阿到阿弟关键，你才当个粗霸，才吃烦恼去，心疼心破。小大你啦，小大你啦！哎呦，宝爷，你一定抓唔到人啊啦！人这个少年常常提钱给我，伊的生活这么自卑，伊免来做这种代志，绝对袂啦！你冤枉伊啦！冤枉？来家门的仔是不是冤枉啦？宝爷，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忠厚老实，而且又善良慈悲，他绝对不会做出什么谋财害命的事情。我看了。这个案子啊，最好再查清楚再抓人，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把人抓到衙门用刑，硬说人家讨牙勾债，打也被你们打承认了。对，这才叫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我跟你说，你闪开哦，你出家人无要大庙内底念经，出来外口咧管世事，若无闪开，我坐你做伙掠走，做伙用刑。哎呦，你们就是这样子屈打成招的，未免太伤天害理了吧？这样死了以后是会入阿鼻地狱的。你讲这话真气坏，你有出面要跟我算？好，我来，你做伙领走。行，你怎么可以随便抓人啊？闪了。胖师兄，胖师兄，他今嘛要去搞一抓？哎呦，是今嘛要安怎？不是今嘛要去倒位抓？知无？不是啦，我是要抓妖啊！哈，你是要抓放了？哦。大舅哦，公报私仇，搁要陷害你来吼，咱咧关系哦，像阮大舅理论，惊。伊太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今天你完蛋，来去厦门救阿肥啦！先生，先生，阮今麦创啥物？创啥物？你脚床洗好清洁，来厦门准备用钢脚床啦。哈，钢脚床。嗨，嗨，大力啊，完弄啊，大力，完弄啊！你也会看完弄？我想讲，你会等只互人刣。不是啊，我真的是冤枉的啊！我根本就无害死阿胖叔啊嘛！我知影，但是阮是知，因是知，你甲因讲无道理的啦。是要讲什么道理？无灾害的，就是人走就对了。你讲道理，你把这当作是混蛋笑？是啊，哎，我看恁家哦，怨气足重的，
应该等者吼设一个活动，和平静来讲道理给恁听。我听你放屁啦！要听我放屁，就紧来占风尾啊！你，好好好，本来无想要当你，是嘛？我袂讲啊，免你算这一摆收你，开了门，将你压在胸口，我你食顿粗饱嘞。大林啊，冤枉啊！大林，大林冤枉啊！师傅啊，你救我一条，我拜托你啦！大林，我真正无害死阿婆嫂啦，大林，莫跟我抓啦！其实这个嫌疑犯来去用脏掉吼。大家都拢讲，伊家己是冤枉的啦。啊，这有冤枉无冤枉，四十大板若跌落吼，都拢清楚啊。政府，这哪有人安尼办案的啦？屈大心焦，哦，啊，你若讲伊落地下内面偷藏物，啊，伊嘛就要承认咯。哎，水哦，佫甲我应出应计了，啊，你啥物事路啦？上。政府。人讲有理较大天，咱即马拢一家人啊，咧论理都不应该论身份啊。虽然讲无论身份，嘛是爱论规矩啊。是，几乎讲了无唔对，无论啥物代志吼，拢嘛爱讲规矩。啊，不过，敢讲朝廷都无一个规矩来规范遮做官的人，都悠哉因去掠百姓。恨百姓，怪百姓，冤枉百姓，害百姓。这敢是做人父母官应该遵守的规矩？这家门的律法拢讲三千种，对犯人用刑处这个拷刑哦，这是朝廷律法应准的呢。嗯，拷刑不教，用刑为止。这是规定安尼啊，对，包括手铐、脚铐，有这刑具啊，这嘛是朝廷规定去做啊。三小姐，请你爱明察啦。好，既然苏爷好意叫我明察，好，安尼我就去家咯，好，我甲伊明察一下。今仔苏爷出来咯，带去看你丫头。哈哈哈！请。我若甲苏爷吼，食无同款物件，咱会同款镜头。哎，歹势吼，我有来走一撮吼。哎，无路，师傅，你袂使走啊。无要紧啦，恁电啊跑啦吼。哎呦，苏爷等我一下。哎，你我甲接袂哦，我甲接袂，等我一下。哦，飘出哩，行，咱家己来家了看你阿土。啥？要保一人爱下做交保金哦？哟，哎，家门是上讲规矩的所在呢。该安怎了安怎了，一切照规矩来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我了解啊。那照朝廷的规矩啊，要保阮阿伯出去，爱一千个钱给恁点。哟，哼，哪有可能交保一个人爱遐侪钱啊？一定是你乌白讲，胡作非为，钱哦拢存咧咱袋仔去啊啦。你讲啥？哎，帅大，歹势歹势，囡仔人哦唔捌代志，咱来边啊讲。照朝廷的规矩，阮爱给你一千个钱。也若照恁的规矩，上起诉爱偌济好人，阮照我都当交付阿伯的做。这，意思我了解，不要紧，做你讲免歹势。安尼我就直讲，直讲较袂脱掉嘞。请苏爷指点。八百啊！啊，无意思啦，较减一啦，较减上无嘛要600，唔系啦，好心好量参详一啦，我有影真善啦，佫较善嘛得爱400，通啦，
更加无嘛爱200，真正无啦。啊，更加无嘛爱700，300有大大落去啦。搁落，搁落50啦。啊，无搁落30、20、10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规我揢钱倒贴你啦，好无？师爷有影好心，安尼啦，照拄只师爷所讲，最低价10。十个钱，何师爷看伊买过配烧酒？啥？十个钱会当看伊阁买过配烧酒？你当作我戆啊？啊，无啦，一般的百姓啊，看伊买过配烧酒，同无爱开50个钱。啊，师爷是地方之霸，摕卡口、手口去转嘛，转有钱。也看伊买过配烧酒，只十个钱，凡事开袂着哦。开你头啊一工啊！你讲我恶霸？啊，你好。500，减薪5年都免讲，哎呦，我有影得意忘形，言多必失，我讲啊侪话要创啥啦？什么？姑娘安怎？哎，几个钱带在包包上啊？500，减一线都袂用。500线。500钱哦。我是要去兑1500的钱，我怕是凶啊！让去我呢，让啊，我放我啊！哦，全都夭寿啦，穷人困难，连叫一个拢是人吼，你母在海边。喂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要找恁的烦恼爷，我会欺负哦，逼论啊！哼，别搞我，你哦，哼！真好真好，阿足棒！王爷的重情灌醉，你阁讲真好，醉愈灌愈多，我的肚量阁愈来愈大，都亲像迄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想起来足欢喜。小和尚。爱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虽然不会拜托的啦，啊！你直直甲我拖，啊是要拖去倒去赚500的钱，通甲阿肥做交保金啦。我今日就知。师傅不用甲公婆收收，硬按罪名要来害你来讨。姐哦，其实是你误会啦。每人婆阿胖嫂啊，伊明明都是食着你来讨的酒菜，中都死伫咧厝内面的了。啊！即马阿胖嫂啊，因出内面，包括食剩的韭菜，会当做证据啊！帮我听。是。你来讨，阿胖嫂啊，伊就向你买韭菜，是不是？是啦。啊，不过。安得好啊！是得好啊！伊无承认啊。师傅，伊只是承认伊卖韭菜给阿胖嫂啊，伊无承认讲伊在韭菜内底下毒，偷袭阿胖嫂哦。有甚物理由要害死阿胖嫂啊？这我来讲较清楚啦。听伊讲吼，因两个有暧昧。对啦对啦，听伊讲吼，因两个有暧昧啦。听什么人讲？三家六妻，风男美女，大大细细，是听什么人讲？佮有甚物暧昧关系？我来讲上清楚啦。迄就是金钱甲男女之情的暧昧啦。对啦对啦，迄就是金钱吼，甲男女之情的暧昧啦。等我安尼调查详细拢清楚了后，我会向三小姐你详细报告。对，等我拢调查清楚了后吼，我会向你报告啦。几乎，你什么时阵变成苏雅琪的酒馆了？阿姨讲一句。你说对你学一句，你哦，真正给我气死了！你免假冒啦，话我家己人做啦，别去讲啦。啊，是，快起来。拍死。哎，拍死啦！你叫
几乎头拄仔恁所讲的啦。咱代志拢调查清楚了，才去公阿丽来讨。即嘛，我要替你阿讨交保，要保伊出去。无咯，这几乎我要保伊出去，敢袂用的。毕老爷，嫌犯都要讲良心问话，安尼就交保，依法袂合。依法袂合。这边啦，我给你知影啦。来人啦！是先登三班六杰，倒头相公，三五六行十二头人，一手火板，拍先登哥。拍！嘿！哇吼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贵乡亲啊，炸着弄着看着，点着闹着，金鸡有功，新鸡有功，很大无好。来，大五号，一贴五钱，五钱，我就要爱吃酒来。喂，这边三贴，我这边三了。哦，来，来三贴，这边我来，谢谢，来，我这边五贴，来，来这边五贴，来，我这边三贴，我这边三贴，来，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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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边三贴，来，来，来，真耶，大家都赚钱耶呢，赚钱，啊，你唔叫两阿老去拍镜头卖膏药，他明天就拍师兄呢。哈啦，生诶，我拢讲了对啦，安尼趁钱较紧啦，无像这算命，一届敢若会使上一个，要上啊，当时较会使趁着五百个钱呀，对无？我靠，迄我无才调咯，啊，阿咪学这拍镜头，毋是三工两工咧，啊，人是人妖，人啊哪有法度咯？我有法度。你有法度？啊，你个小囝咧，你有啥物出头咯？得来得济。不用看，老爷心疼，应该是心里来头的看。人是铁，官是炉，铁奈何不了炉。要乖就乖，要怕就怕，要信就信，哪有那法度？你厦门，你也知影先准备啊？准备啥？钱啊，五百免怕，一千免管，啊无吼，你就凄惨歪歪哦。哦，真恐怖。让我找到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讲拢相嘛无论亲疏哦，任何人若无经过本官的同意，擅自言语，影响到本官的审判，该当如何哈？苏爷，兵出对，兵讲较白嘞，降职失败，逐出，搁讲较白嘞，停，安尼简单啦，拍十个尻川，呼出去。是这样。这件代志，你卖管呐！袂用的，我非管不可。你爱钱？水哦，搁伫要抢本官的大名哦。我是府台大人，工作的儿女。今仔日你若是无照法行，人工哦，我去工作遐惨你的事，你袂讲你是我亲戚。三小姐讲有道理嘞，而且吼。会发来照行，人情吼嘛是爱照顾了，兼顾啊兼顾吼。三小姐若有啥意见要发表吼，互伊讲无要紧啦。对，管好呀，英明。请问管尊，陛哥在此，阮哥在哪里？这死者平时，伊是一个官府啊，无亲无戚，所以依法本家门啊，爱替补。阮师爷。就是官，哪里尸体嘞？武州啦，啊是虾米人生发现尸体？武警嘞？哦，武警在遮。这碗酒菜哦，就是毒死下死的物件。哦，啊，五脏的这阴气，四季火嘛在这个所在，
吃三酒家的鸡吗？是甚物人发现尸体？嘿，平时中毒的村人，刚过走去大路喊救人啊，开条街下的人哦，拢冇看到啊。那药品在遐当，快转去，快转去。就是啊，所以我讲哦，就是你来看哦，将这个毒药放伫咧酒坛内底，都是阿胖说的嘛。药无啦，我无东西阿胖说。你靠硬硬，正气枪，你讲硬要治讲是无？啥物啊？遐都像大政府无要互你面子啊，你人命关天呢，所以治路哦，嘛是爱依法办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路。发有篇文，伊讲，师爷，哈，迄句啥物讲啊？口径不矫正，以形为纸。嗯，对。你来吐，伊无要将口径矫出来，哎，酒我就用形啊。来人啊！是。请办当形，将你来吐当当落办，一直到本官讲停为止。是。很痛的，我的腳掌哦，跟老人說要開花的。李立官，你打我啦，我才不會跟你打，以後你跟我行啦，你要買什麼口金，我都經給你啦。三小姐，阿兔啊，你別怕，我會陪你。